们小区是有差不多60几栋楼，这一栋楼的话近100多业主了。楼组长的事情特别多，然后他要去统计抗原，还要去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那天就李道士说，那要不我理一个组织架构出来吧，希望居民可以有事情的时候找到合适和对的人。那志愿者都说，哎，你去理呀，挺好的，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所有的志愿者不断地往里去添加一些个规则，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宝典。整个宝典其实包含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比如说防疫指南、团购指南，就我们会有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有明确的分工，当你有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人去问。我们其实是从大到小，其实事无巨细的在说，然后包括其实防疫这一块大家需要去注意什么，口罩今天用了明天就不能用，核酸的这个排队，你也希望是说无论从团购和物流这边的志愿者的运输都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我觉得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会给你拍手称好，所以像这些规则发出来之后，大家也都是能理解能遵守。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事情，上海有这么多志愿者，有团长的，大家其实扛的风险可能比我的要大得多得多，希望就是说能疫情就早点结束，希望宝典2.0、3.0它用不